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免悲伤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免悲伤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免悲伤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些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一个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节目是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下晡两点开始，啊到四点。依然是由小弟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吼。来，咱来看这个林益世社会新闻吼，林益世无贪污，哦，司法官通批了，哦，合议庭的时阵安尼啊，腐烂啦，腐儒啦，吼，腐烂，吼，这个《自由时报》哦，台北报道，台北地院认定林益世并无贪污的这个判决争议，不是敢那外界骂变过来吼、哦，现在这个司法官吼，才会当订立留言的这个法官以及着检察官内部的这个论断啦，
哦，所以要入去，拢爱密码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挂姓名嘞。那么将军，即几天嘛，拢炮火顺安尼真猛烈，吼、哦，有检察官气气甲的顺安尼要半小时啊，吼、哦，痛批讲合议庭啊是怎么啊？俘虏啦，吼、哦，俘虏，哦，虏就是掠掠啦，啊、哦，俘虏啦，吼、哦。并且的时阵呢，方伊讲，即种啊，即个判官哦，将台湾变成甲几岛共款啊，吼、哦，你甲看，即马连家己的时阵呢，伊的即个司法咯、哦。因为在煎啊，吼，因为在煎啊，我甲你讲，这毋是干那最近，从较早都有这种的，讲叫做什么空龙法官是哦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这种的哦，就是我伫电话伫咧讲，迄法条一条咧奇怪，啊，大家咧过税拢无共，我就感觉真奇怪哩，对唔对啦？伊过税安尼，伊过税安尼。所以我咧讲就是讲哦，从较早都拢安尼安尼，唔是即马才安尼呢。迄时的时阵安尼啊，即马即件林益世即件贪污案即件，吼、哦，才凸显出来，你敢知？本来较早都有啊啦，啊，较早都有啊啦，你无看？哦，我是啊，从较早都安尼咧讲，啊，迄、那个。一审的时阵啊，判偌久的时阵啊，哦，啊二审的都减判哩，哦，啊三审的都讲什么猪脚面线哩，从较早就拢安尼讲啊啦，啊是安怎差遐济，吼、哦、对唔对啦？是安怎差遮济？一审的判，我总讲判无期的啦，然后二审的时阵啊。啊，判十年呐，三审的讲，啊，这证据未不足啦，无罪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想啊，那差遮多，唔是即马才安尼哦，唔是即马才安尼，哦，迄是这个林益世的时阵啊，这个贪污案较凸显出来了，吼、哦，有人看讲，我安那才差遮多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其实差遮多，我拄仔咧讲啊。你甲看，迄杀人犯有无？迄进前迄什么迄个杀人啊，迄三三啊，迄个，但我都吼，迄个时阵是毋是三个拢死刑？对不对？到尾啊无罪了，对不对？迄个时阵呢，死者因个家属个气甲讲啊是安怎？对不对啦？像我这种法官个时阵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甲想啊？唔是干那一件啦，对唔对啦？唔是干那一件啦，尔呢？从较早都有啊，吼、哦，我伫讲较早都有啊，对唔对啦？嗯，几啊件，对唔对啦？临安审判长依法判决，虚心接受批评啊。对于论坛顶头的这个留言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这个字眼，林益世这个案件审判长吴秋鸿伊伫咧讲啦，哦，依法啊来判决，虚心接受批评。白色的这个法官林炳宏伊嘛伫咧讲啊。对情绪性的这个言论，无爱回应啦。哦，请外界回归法律面的这个探讨啦。小明法官，哦，季凯峰，您这个人哦，目前啊在这个韩国在旅游啦。哦，哦，爱判。看这个时阵啊，心情轻松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伊的责任都完啊哩。当然，伊出国去
哈、哦，去散心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我咧管你，你妈做你妈啦，我无听就好啊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、哦，无法知影讲伊的这个看法啦，对不对？林雅西安在法官论坛，以及到检察官论坛持续啊来研修。哦，那么虽然同款是司法官，但是啊，批判吼，拢无留情就对啦，拢无留情的啦，吼、哦，迄骂甲会顺安尼啊，讲甲真歹听啦，对不对啦？嗯。有检察官就伫咧批评啦，部分的这个法官哦，规工的时阵啊，自以为是的啦，吼、哦，重要的时刻吼、哦，就来一个什么哈，迄个狗屁，狗屁的吼、哦，这狗屁，狗屁判决，吼、哦，瓦解人民对司法的这个信任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本来。司法都予人真怀疑啊啦，对不对啦？安怎怀疑？迄个阿扁啊，都现任都贪污的时阵安尼，啊是安怎算？有一寡的时阵安尼判无罪啦，吼、哦、对不对啦？迄毋是干那一件安尼呢？是毋是？啊本来的时阵安尼，即总统的时阵安尼，迄罪加一定呢，结果敢有？有啦，迄个文字甲讲的时阵，什么借势借端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人别人咧唔免总统啦、啊，迄凊彩一个公务人员判遐重啊啦，对不对？何况讲伊是一个总统，啊，哪有影较重无啊？哈、啊，对不对？佮叫迄个什么呀？迄什么熊有无？哇、哦，迄真出名哦，迄、那个，啊，啊，你要怎讲？对的时阵，安尼批评嘛，绝无反省呢。吼、哦，那么一个审判独立就甲冻掉去啊啦。啊，本来就是安尼生啊，人咧讲就是安尼，独立审判啊，无伊要安怎？对不对啦？啊，无，互你换甲你再来判嘛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生？啊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咱这个国家吼。已经破病了啦，司法嘛破病了，也真严重，你敢知？哈，阿宏毋是讲读法律的啦，阿宏若读法律的吼，我看我来甲伊啊，对不对啦？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那么这个超烂又搁无自信的这个法官啦。哦，你阿哥的时阵，你讲什么遐啦？哦，你甲看，哦，这拢是因内面伫讲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法官论坛啊，甲检察官论坛，对不对啦？因大家有当时啊，啊，拢会去讲，我就卖讲名啦，哦，啊，都无什么款的吼，啊，下这个案件吼，也安尼先哦。杀人吼、哦，啊判到到底吼、哦，我感觉吼、哦，拢违反司法呢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就讲嗯，咁安尼无咯，迄安尼判才是应当呢，啊，啊，就搁点啊写哩，迄论坛就是拢安尼，吼、哦，搁点啊搭嘴鼓就对啊啦，吼、哦，讲伊什么法第几条的安尼，哦，都大家点啊遐都正。真病啦，病迄个法条来，踮迄个剪啊，安尼啦，吼。那么检察官论坛啊，佮有文章提到讲，提起的时阵安尼啊，审判道理来得吼，无容易啦，吼、哦。但是的时阵安尼却被这个啊，这个腐烂吼，提来作为吼、哦，这个。这个放屁合理的这个合理化这个工具啦，哦，套一句乡民常常在讲的话啦，啊，真是鬼道无疑啦。什么叫做鬼道？我们都不知道啊，哦，真是鬼道无
有啦，哦。那么有检察官，哦，这个部门建议立委应该集资，哦，呈送合议庭一个排便呢。顶面哦，甲客讲的时阵，安尼回我两刀啦，哦，或者是讲哦，立委之友啦，哦，顶顶这这个字样啦，哦，都安尼在糟蹋你，安尼在讽刺啦。那么，伊是褒奖哦，赞同之意就对了啦，哦，我甲你讲啦，唔是干那恁啦，哈，阮有阵时哦。可以說是怎樣，現在這個國家的司法是，哈，可以說的時候，他在說什麼，軟，對不對啦，軟，我跟你說啦，哦，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在讀的啦，哦，這個司法，這個法律不知道怎麼在讀的，對不對啦？那么法官论断嘛，也有批评家己的人一些声音啦。哦，有法官反问啦，合议庭，哦，中共的这个私经济受不受经济部的这个管呐？安尼啦，哦，有啊，啊，迄个人伊嘛讲，这个有啊。无唔对啦，受伊个管，但是都无共管理，哦，都无共款啦，哦，是不是安尼是？哦，经济部这个公文是不是爱经过林益世呢？哦，林益世是不是会当挑战经济部呢？哦，陈启祥为何要找林世益呢？林益世呢？哦。啊，林益世如果无实质的这个影响力，中共的这个党组，吼、哦，伊的这个筹洛奇哦，哈、啊，为何要卖林益世这个小呢？对不对？安尼啦，哦。那么更加有法官就直讲啊啦，哦，惊出门哦，吼、哦，惊出门啦，唔得吼，知影吼、哦，啊，咱法官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人啦，认着讲，啊，咱是法官吼、哦，惊唔得去用拍哩，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规工啊，地无啊吼，啊，拢啊先夹夹哩，哦，准备好啊啦，吼、哦，啊。小可爱的时阵，安那变装一个哩，吼、哦，歪红脸出来啦，唔倒讲哇，这个法官，这个法官啪啪啪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有人就讲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的时阵啊，对不对？惊人别人知影讲，伊是伫个法院伫个上班的哩，实在想影哦，啊，这个社会哦，哈、啊，那么嘛，唔敢哦。该的时阵呢，亲戚五十哦，啊来敲电话啦，对唔对啦？惊讲哦，因就说：“哎呦，你这无良心的法官，啊是安怎的时阵呢？哈，啊因安尼判决，啊你做法官是安怎？哈、啊，敢安尼生哦？安尼啦，哦啊实在是，规工哦也足惊就对啦，吼、哦、有当时啊吼，啊若要上班哦，本来吼、哦，这个坐公车哦，哇！这几天啊，唔敢坐公车啦，拢吼直接吼啊，迄落，打电话吼去叫迄落什么什么迄落客停车的吼，迄什么啊，迄拢会顺安尼服务的迄啦，啊来的时阵啊，我就赶紧爬上客停车，就较紧的行来法院安尼，安尼啦。惊诶吼，半路去用拎着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有诶吼，惊诶，拄啊伫咧讲讲，惊去用拍你，吼、哦、受灾凶哩，吼安尼先啦，
有人讲看到啊，就骂你，吼、哦，即卖的人你就知影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乱骂你，吼、哦，像立委嘛是同款啊，乱骂，吼、哦，骂到会做安尼啊，校长的时阵歹做啊啦，啊，我若歹做，你要安怎？你无我法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搁去骂讲，是不是啊？你骂袂对啊啦，对不对？我校长我歹做啊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做甲遐艰苦要创啥嘿啊？是不是安尼？我的孙啊退休的孙啊，我来领一栋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我逐个月你个的孙啊，尔几十万块咧领啦。我那就需要遐歹命要创啥啊？互恁咧骂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我那都安尼，哈、啊，我规气死死掉啊，对不对啦？哈、啊。不过的孙啊，尔也是有人支持合议庭的这个声音呐、啊。哎呦，哈、啊，有人支持呢，有人认为讲。啊，未确定的这个案件啦，吼、哦，不宜的什么批评啦，哦，对啦，甲阿宏哦，要讲啊，要讲，阿宏无，我无咧讲，迄个头一定的人呢，大家咧气什么样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伊个是老实讲的，伊个是咧教国校的老师，你对不对？人还佫有教高中的，甚至还佫有教大学的，你对不对啦？啊，你咧，你咧迄落对唔是嘛？所以我定咧讲哦，咱。台湾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情绪吼、哦，老实讲诶，都国家都变甲安尼啊，社会嘛变甲安尼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甲看啊，就是拢安尼，拢民粹啦，知影无？拢民粹，过去就拢安尼啊，是毋是安尼是？啊，大家无理智啊！我有讲过啊，你爱看迄个情形，对毋对？啊，来分析，对毋对啦？吼、哦。啊，我拄啊，我之前我嘛讲啊，第一审的人呢，啊，第一审的判呢，迄足多啦，我有讲过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对毋对？头一审的时阵判无期的啦，第二审的无罪啊啦，第三审的所以最高法院佫发动啊无罪啊，啊你要安怎？啊差遮多，是毋是安尼？毋免去甲想过，哈、啊，想过去啊迄款的啦。我所以我定在讲，台湾人都真奇怪。哦，迄情绪的时阵啊，在迄条遐尼啊大，对不对啦？迄就是啊，无理智啦，知影无？就是无理智啦，才会吼，迄、那个情绪吼，在迄条的时阵啊，180度的大转变啦。啊，啊，咱即马，咱台湾人都拢安尼，那大多数拢安尼。哦，倒一个有讲冷静，在看问题，有找到几个无？无啦，足少，唔是讲无啦。对不对啦？大家拢嘛是讲，安尼安尼，我都性地都夹起啊！你吼，无会算啊！即马社会事件，遮尔啊迄款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到到底文明的这个社会，使大家读遐悬，结果咧哪有影？对不对啦？啊！所以哦，有诶讲哦，合议庭哦。伊个即个判官吼、哦，是依然是算合理的，对不对？个人个即个自由心情嘛，法院个就是拢安尼啦，法官啥物自由心情啊，拢安尼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哦，无需要批评啦。有人表示讲，本于审判独立个即个精神啊，哦，依然应该爱尊重即个判官啦。本来就是啊，安尼，无你要安怎？我都有讲过啊，啊，无你要安怎？我当落现落死刑，杀啊侪人死刑，到尾啊都判无罪啦，啊，你要安怎啦？是毋是你有刑的啊？对毋对啦？啊，是安怎来差遮侪？来，咱休困，听两首啊歌，稍等下，啊，再搁转来嘿，来。全然不知多生的心情，明明你就
等等你回来，快乐归乡，哪通放阮徘徊着哀愁的风有叫。比情苦闷离开身边，自暴自弃的人生，找着份就你心爱的温馨，你的孤独温情里荒废阮，荒废阮，荒废阮满腹期待，若是不爱无聊又来怀念着哀愁的风呼叫。纯情的爱，你若袂了解，问你怎样来离开，无讲无人知。心爱的，请原谅，何必对阮去猜猜？你全无。你全无，你全无体贴关怀，实在不应该。希望今夜再回来，哀愁的风不叫。
男你的真情，一心一意伴你过一生。靠我的双手，靠我的本领，创造美满的家庭。用我的人格，用我的生命，用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。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，心爱的为着你，为着你，阮的勇敢向前进。双手靠我的本领，创造美满的家庭。用我的人格，用我的生命，用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情。心爱的你是世间最纯情的女性，心爱的为着你，为着你，阮的勇敢向前进。我无醉金我也袂醉，是的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，讲什么永远无后悔，讲什么只爱阮一个，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，生活袂当挽回。我无醉金我也袂醉，是你的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，讲什么永远无后悔，讲什么只爱阮一个，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，另外袂当挽回。
共享，永远无后悔。共享你只爱阮一个。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。永远袂当挽回。后来，咱继续，搁转来现场吼。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下晡时两点开始，啊到四点。依然由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。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哈。来，那么这个林益世哈，这个案件吼，这个判落来呢，会使讲全国的这个人民呐，吼骂的骂啦，吼会使讲，啊，都强强的。敢若即个政治个啦，好安尼骂来骂去啦，哦，敢若政治个骂来骂去，讲来讲去安尼啦，哦，啊，即个都毋知咱台湾哦，是毋是爱安尼个款，安尼即个哦，即个隔离个款啦。啊，那么有无实质个即个影响力？理性个吼。该当判的这个几率真悬啊！这是因为《自由时报》哦，来，《自由时报》台北报道了哦，啊，当然的啦，哦，这都是一定爱安尼先，对不对？哦，这《自由时报》我看，迄报社吼、哦、内面的。会员工哦，因为骂到要臭头去啦，看就知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考无的时阵啊，吼，啊，林益世的时阵啊，判无期徒刑，哇，啊，即马一个啊，判什么咧？恐吓得利啦，这判的时阵啊，七年四个月，哈哈，剩的拢无做，哇，啊，这我看哦，这个《自由时报》吼，啊，报社内底哦。伊个即个人员哦，绝对哦，好，佮伊个哦，伫激进啊啦，对毋对啦？骂到要臭头去啊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哦，台北电影日前认定讲林益世对民营中广公司无具实质的即个影响力，该依刑法公务员哦，即、這个。加少职务恐吓得利，伊个即个罪啊来判决。有法界人士认为讲，林新检正迄个党政个即个要职啊，哦，对，具即个关顾性个，关顾性质个即个中广公司啊，有即个影响，伊人事。伊个即个人面啊，人面就是讲人用啊，甲面试的就对啦吼、哦。当然，嘛有实质的即个影响力啦吼。即、哦這个争议将成为理性攻防伊个即个重点啦吼、哦。而且改为谈判的即个几率吼，相当的即个悬啦，相当。诶，这个官呐、啊，安尼大家吼、哦、比较着，那反对这种的判决的人，那听到这句吼、哦，我看心哦，啊个，较袂遐尼啊杂啦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
情律师公会专任会干事杨姓林哦，林进宏律师伊伫咧讲啊。最高法呢对前总统陈水扁所涉贪伊个即个贪污案啊，哦，采取实质影响力的即个讲法，哦，认定讲扁啊贪污成立，台北地院对林益世案确的时阵啊，判决贪污无罪，哦，甲最高法院伊个即个见解。无一致啦，嘛甲民众认知，啊甲其他不符合，无符合啦，吼，无符合。根据法界的这个人伫咧讲的啦，林检要职安怎无影响力呢？吼吼，啊，我昨昏吼，阿宏伫咧看一节。这个新闻啊，伊这个吼，伊阮是算讲一寡吼名嘴吼，这种的就对了啦，吼啊在分析啦，甚至有一个律师过去，伊咧做律师，嘛咧做这个，唔但是法官的款啦，吼，伊咧讲啦，伊讲安尼咧判。是无唔对啦，吼、哦，伊个看法啦，是无唔对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嘛使讲吼，我着伫个讲啊，一个法条吼，啊，伊咧讲个甲伊咧讲个拢无共款哩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吼，即个，即会使讲，即、這个立法个吼，即个即个团体，吼、哦，立法院个遮啦，因为安怎讲，即拢民选个哩。根本伊毋是读法律系嘛，对毋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诶就讲安尼好，啊，就通过安尼。其实这是我是感觉讲吼，袂使，袂使啦。甚至较早吼，迄、那个立法委员讲啥物，有一个要成立一个法条，讲啥物立法委员哦啦，做几届啦，三届啊，几届吼，就会当去做律师啊啦。哦，较早几落十年前啊，哦，都有这种的、這個，即个即点啊立法院啊，都讲嗯啊，我的时阵做三届啊，啊，我有咧的时阵参加立法啦、啊，对唔对？啊，我都是有迄个常识，有迄个，我唔在的时阵啊，你这法条唔在承诺啊，对唔对？啊，那安尼，我就是这个什么法律，我就算讲有经验啊，对不对啦？哈，哦，啊，伊就要讲的时阵安尼啊，啊，做三届出来吼，伊就会当去甲人辩护就对了。啊，你甲想，你甲，对不对啦？都有这啊，都有这啊，迄几十年前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甲想，所以吼，参照这种的，伊咧制定这个法吼，应该是唔对了，真正应该是唔对了。所以有的一挂法就是安尼乱七八糟啦，唔是真真正正吼，读法律的人在定的啦，对唔对啦？那么迄立法委员，我请问啦，立法委员读法律的有几个？啊，有几个啦？真少啊，对唔对啦？那么民选的啊，啊，迄伊对法律伊也唔知啊啦，对唔对啦？所以我定咧讲，咱这国家哦会变甲呢乱糟糟。乱糟糟啦！你讲对唔？吼、哦，啊，若是对吼，你甲饲一下赞的哦。凊彩啦，都正手平倒手平中啊，凊彩甲饲一下就好啦。那么这个。林进宏认为讲，咱拄仔伫咧讲个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假个时阵安尼啊，林世玉关说地用案个时阵，伊个职务吼，执董证，啊，甲民代
一生就对了，哦，算讲一一个人的算安尼，吼，啊，这个职务就是讲党的啦、政的啦，啊，甲民意代表啦，吼，会使讲拢伊在做的哩。只要一个暗示，啊，甲一句话，就有够影响经济部啊，甲的算安尼啊，中共等等机关遮的啊，甲公司的啦。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，吼、哦，总统讲一句啊，有诶影响力无有啊？对不对？但是吼，伊、哦、这个合议庭吼，这三个判官认为讲，伊这是私人诶公司啦，吼、哦。过来就是讲，林耀世伊是担任秘书长啦，所以无权通去裁决啦，所以伊哪有迄个影响力咧？但是吼、哦，伊咧讲的无唔对啦。但是咱台湾都唔是安尼生哩，对唔对啦？咱台湾就是啊，你啊看一个立法委员安尼都唱呱呱，对唔对啦？都邓伊邓倒啊！你讲吼、哦，甲迄官员啊，都歹清清啊！都咱遮就是安尼生啊！啊，你官员就大家人嘛吼，立正站好啊，是唔是安尼？啊，就是咱这个国家就是。这种的这个体制嘛，是不是安尼先？你无看，伫民进党的时阵安尼啊，这个停，都袂记个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啊结果的时阵安尼啊，骂个啊，这个校长都人气啊，歹做啊。做个遐歹命要创啥啦？对唔对啦？赚赚到偌侪钱？对唔对？我本来退休啊，公交车我退休领一栋啊呢，吼、哦、对唔对啦？啊，你咧甲我歹，我甲你讲啦，我若唔做，我平日较大啦，你讲对唔对？换个咧骂你啊啦，哦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啊，所以咱台湾吼、哦，这个。这个结果吼、哦，拢唔对去，吼拢唔对去，才会安尼生。那么只要一个暗示，一句话，就影响啊，是不是？影响经济部中共的啊，这些公司啊，对不对啦？你们做这么大这个官，吼、哦，官说手法，嘛袂用个讲。吼、哦，伤粗鲁就对个啦，吼、哦，伤粗糙啦，吼、哦，林阿哥甲这个陈启祥做伙去中联订订这个公司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啊伊无影响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都奇怪啊咧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公司拢是行政院，吼、哦、下面的经济部，是不是？会直接指挥的这个公司啊，哦，要讲你们对经济部啊、甲中共等等这个公司无影响力，想要相信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这有影，伊讲的真有道理啊，有啊，但是都法条都，是不是安尼？都安尼先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看理性的啦，看理性的法官吼、哦，伊要用安怎啊来讲？林的是贪污啦，对不对啦？律师林富贵就认为讲贪污案通常具有的时阵高度伊的这个犯罪恶数，犯罪恶数，什么叫做恶数，我都唔知啊。哦，那么因为这类的这个案件，爱人吼、哦、林中固好就对啦。都人啊，啊，甲钱啊，都拢爱迄款的啊，吼、哦，而且个几率吼，讲真低啦，吼、哦，算讲要犯罪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拢手路拢真油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拢真小心咧，真秘密咧，讲话嘛真小心咧，啊，就是安怎，就是林的想要碰风啦，对不对？爱操蛋啦，对不对啦？敢若讲，敢若录音遐话吼，我嘛。听袂落去啦，对唔对啦？是唔是安尼？哪有人安尼生？
哦，目中无人的，敢那样，敢那下顺安尼啊，总统伊咧做嘛，唔免安尼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伊这个人哦，真正一败就是伫遮，一败就是伫遮，对不对啦？你甲想，野武扬威讲了迄种话，敢那阿扁啊，啊无你要是要安怎啊？呢，对不对？啊无是要安怎？啊我着较好运啦，我选调啦，啊无你要是要安怎呢？讲这种话，对不对啦？是毋是？哦，啊，咱的孙啊投伊一票，啊，伊搁讲迄种话，啊，你甲想，啊，伊嘛当作咱选民啊，是应该转互伊，还是安怎？是毋是安尼先？哦，要我转互伊啊，我嘛转互伊一票啊。第二日咩，我就无转互伊啊。头一日咩，我转互伊。第二日我讲，啊，这阿扁安怎会使？好、哦、对毋对啦？啊，讲话无算话，啊，连咪讲安尼，连咪讲安尼，较早啊袂。啊，未当选的时阵讲安尼，嗯，啊，即摆伊当选，伊讲，嗯，讲无遐多啊啦，嗯，啥物人来做拢共款啊啦，嗯，啊，无你是要安怎啦？吼啊，你甲想啊，啥选到即个总统，我就放弃啊，吼，我就放弃啊，讲啊，即民进党的吼，即个袂使，像即种的，佫会当做到总统去吼，迄实在是国家的悲哀了，真正，对毋对啦？那么律师林富贵认为讲贪污案通常哦具这个高度，伊的这个犯罪恶数了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有手工真油的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秘密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哪会知影我拄仔咧讲咧，都干那这个林益世就是安尼啦，野武扬威啦，啊，无怪啦，甲阿扁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唔只会出破，啊，无伊乃坐家了。对不对啦？啊，就是安尼啊！哦，啊，这种人老实讲，有一句话讲的，像安尼啊，吼，暗路若要行久哦，会撞到鬼啦，哦，就是安尼生啦，吼，歹代志若要做哦，你有一天啦，对不对啦？你就会防绳之以法啦，吼，你讲对唔对？哦，所以哦，因此哦，认定的这个私心哦，一定爱放宽啦。也那无吼，真歹去定罪啦。哦，当年这个林益世会使指挥，是不是讲会使指挥？伊叫做监督经济部部长施干祥。那么李心有必要搁再查明啦。哦，相关承办人哦，嘛爱搁再。甲团来啦，对唔对啦？才会当厘清真相嘛。啊，算讲遐个官员呐、啊，遐拢爱甲调调来。当时是安怎，情形是安怎来？哦，啊，你阁表演一下，哦。那么有一位无愿意透露姓名的。检察官，伊就伫咧讲啊，这个案件判决，吼、哦，显然的时阵呐，背离着社会这个期待啦，吼、哦，以及着伤害国民法律的这个情感啦，吼、哦，法律讲的是安定性啦，什么叫做安定性？对不对啦？啊，像我有讲过啊，嗯，啊，你的时阵呐？对不对？迄判决啊，就确定啊，结果的时阵安尼啊，去用选出去，啊，啊，像这种官员啊，哦，迄个啥，迄英国人迄个无，吼、哦，共弄死人，啊，摕到假护照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迄走出去，啊，迄种法令是袂安怎？对不对？大家嘛气个，阿红嘛气个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迄。迄你要安怎啦？你这位唔愿讲出姓名，你这检察官啊，迄要安怎？啊，什么咧伤害到国民法律的这个情感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最主要就是讲恁的法条啦，我都讲过啊，一个法条，大家法官的过错拢无同啦，重点伫咧遮啦，啊。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大家气哦，讲那明明这落去落，哪会安尼？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搁什么检察官，
要迄落，迄落的时阵，法官有自由心证，哈、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啊对唔对啦？啊，啊伊都要想安尼，啊我就讲想安尼，啊你想，你法条搁加迄落嘛无效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所以伊讲校级庭哦，这个判官哦，根本是标新立异的，嗯啊对啊，即马教育就是安尼啊。叫人都爱标新立异啊！即摆少年嘛拢安尼，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！我着干呐要判一个，予大家看啦，无共款啦，表示讲我这读甲较新啦，对唔对？恁遮吼拢 LKK 啊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嗯，啊，即摆社会就是安尼啊，教育是毋是即摆嘛是安尼啊？对唔对啦？何况你即摆才咧讲，是毋是？啊，你看即摆遮少年呢，学生囡仔你来看，风拍的风拍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？嗯，啊，拢嘛叫人的孙安尼啊，标新立异啊！你做伙甲看电视，你做伙甲看，对唔对啦？有诶安尼穿，有诶安尼迄落个啊，啊，这嘛是啊，你讲对啊，唔对啦？啊，所以不足为处啦，啊，当足侪啦，若像即种足侪啦，啊，理性改判几率真悬啦，这是伊诶即个看法啦。吼、哦，当然啦，大家民主时代。大家尊重嘛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啊，咱时间也到这结束，哇，57分，哇，赶紧嘞，再见，拜拜。是输，什么是赢？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？什么是命？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。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？什么是赢？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？什么是命？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。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